那先前的胃药风波，在新北市莺歌，这名消费者呢就到药局去买了铁胃胃肠药，但是因为里头有工业用的碳酸钙，所以呢是药署要求下架，但是没想到到了药局，而且呢拿着发票去退货的时候，却没有获得很好的处置。对的哦，哦，差太多了吧。对着镜头，60多岁的许先生一脸无奈，因为年纪大了，肠胃不适，买胃药来吃。但是手上这盒铁胃，因为爆出含有工业级碳酸钙，遭到强制下架。许先生想到店里办理退货，却是一肚子火。跑了两趟啊，还要在那边等他们再退回来，站在他们的那个药局里面，感到很别扭。许先生在4月中买的铁胃爆出问题，遭到食药署规定下架。2个星期后，许先生回到当初购买的药局，二度要求退货，店家都说要回报公司，没有立即处理。直到又过了1个礼拜，才致电通知许先生可以到门市办理退货。但许先生早已被药局消极的态度给气坏了。迟了1-2个礼拜以后才退的话，那这个动作显然他有怠惰的一个情形，造成损害都可以要求业者赔偿。铁胃下架了。实际回到药局，出问题的铁胃已经不在架上，但许先生还是认为自己是药局的会员，却没有在第一时间获得妥善处理。就算现在要他办理退货，他也不想再踏进门市一步。我们4月30当天晚上已经联络了业代，五洲制药也于5月1号进行就开会了，然后只是因为他适逢3天放假嘛，5月4号就通知我们，我们就一直在打许先生的电话了。业者表示，因为药厂一开始要求必须要有商品才能办退，之后才又扩大范围，说持有发票也能退货，讯息一来一往传递有所延误，造成许先生的不快。业者也表示深感抱歉，只是药厂制造问题，药品不仅消费者受害，也让中间贩售的业者进退两难。记者徐凯迪、周静瑜新北市采访报道。